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0年1月9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郑志源。象征高雄艺文界最高荣誉的高雄文艺奖，1月9号下午举行颁奖典礼，市长陈其迈亲自出席颁奖表扬，并感谢获奖者长期对高雄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与付出。两年举办一次的高雄文艺奖颁奖典礼9日下午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热闹登场，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亲自颁奖表扬，并在致辞时感谢历届文艺奖得主的努力与贡献，让高雄展现出不一样的美丽风貌。都知道说全球化的过程其实让很多不管任何的城市都长得越来越像，但是也因为我们高雄文艺奖的得主，让我们高雄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也因为多元，也因为各种不同的我们文化界的一个力量，让我们高雄能够更出类拔萃，而且越来越美丽。本届文艺奖由高雄市现代化学会和财团法人聚合文化艺术基金会以及笔名为莫上城的作家刘正全获奖。市长陈其迈除了表示对获奖者的感谢与敬佩之外，也期待获奖者们未来能够持续让高雄更加充满艺术氛围。感谢我们今年的高雄文艺奖的所有的得主、历届的得奖者，以及为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留下一笔一墨所有的市民，因为你们这座城市才能够时时向阳，繁花盛开。高雄文艺奖为高雄艺文界的最高殊荣，在本次颁奖典礼上，历届获奖者也一同来共襄盛举，希望在各方艺术人才的努力与累积之下，让高雄能够在未来展现出更多姿的城市光彩。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为了加速预算的审核，议会临时会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为了缓和审查预算紧张的情绪，市府与议会在寒流来袭的冬天以球会友，展开一场慢速垒球的友谊赛。究竟是局处所长的球技好，还是议员们技高一筹？我们就透过镜头来看看。一大清早寒流来袭，球场上传来练球声。把筋拉开。我们都知道说市府的预算一直还没有审完，其实常常在议场上是剑拔弩张，常常是针对市政非常严肃。那假日时间透过以球会友的方式增加彼此的感情跟这个市府的首长之间可以更了解彼此，对未来的整个市政推动都有帮助，所以今天是以球会友。我们一定有信心打败市府队。如果说他们要，如果市府队呢刻意要投一个很刁难的球，让我们很难打的时候呢，下个礼拜可能预算升起来，我们会更为严格。在公余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利用这个高雄市非常多很好的这些场地来做一些运动的交流我想对府会的关系的互动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另一头也不甘示弱，加油声震耳欲聋。高雄龙，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一场由议事厅移到户外的慢速垒球友谊赛，局处首长与议员们放下西装外套，穿上球衣，认真的准备另一场较劲。另一头议长曾丽燕也放下议事锤，认真的热身练投，一切依照正式规模介绍双方球员后，在议长完美的开球下，比赛正式开始。市议会的议员跟局处首长有时候常为了咨询的内容有时候都有一点也火药味那能够利用这一场的友谊赛彼此之间以球会友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议会临时会为了审查预算，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会议。趁着假日休会空档，平常站在对立面的议员与官员们放下争执，来一场友谊赛。顺便在寒冬中锻炼身体，为日后质询与备询储备体力。我们府会这一场友谊赛，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面来打起来，格外的温暖。那我们今天除了有美丽的议长帮我们开球以外，其实两队的阵容都非常的坚强，所以呢，大家基本上以球会友的心情，会比预算有没有通过来得更加的就是实际。会秉持这个公平的原则，然后再加上礼貌的这个挥棒，希望可以跟这个议会建立更好的友谊。
为了打赢这场友谊赛，四五队派出美女牌，以观光局长周玲文担任先发投手，果然制造出不少效果。第一局，先发投手当然是很紧张，谢谢大家礼遇女生先上这样子，可是投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是志在联谊，不在得奖，毕竟我们的预赛还没有过。在一片和谐欢笑声中，双方都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就算输了也可抱回亚军奖座。期待经过这场府会友谊赛后，接下来的预算审查能顺利完成。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国民党双公投联署九号在全台遍地开花，高市议员陈诺翠上午就在苓雅区的三和市场呼吁民众签署反莱猪公投，希望透过联署活动加速推动公投联署，号召民众透过实际行动拒绝莱猪。反莱猪，反莱猪，拼公投，拼公投，不食安，不食安，要联署。高雄市议员陈若翠一早就到苓雅区的三和市场进行反莱猪拼公投要联署的摆摊活动，希望能号召民众与摊贩以实际行动拒绝莱猪。乡亲和朋友哈，弯卡出来哈，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公投联署。现场也吸引到许多婆婆妈妈到场支持签下联署书，民众也纷纷表示希望透过公投拒绝莱猪，保障下一代的健康与食安。我们影响很大，身体啊，后代子孙啊。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反对到底了。影响应该是肝、肾脏，应该是有影响吧？我看搞不好连皮肤也影响，我们不清楚。问题是没必要，大家都不敢吃的，为什么我们要吃？国民党本周末在全国发起“广我公投”、“反莱猪公投”的两公投案签署摆摊活动，透过各地的民意代表号召民众来响应，希望全力冲高联署数，来保障国人吃的健康。我们国民党今天全台各县市哈起跑来这个反莱猪拼公投的第二次的这个联署的活动哈，正式的这个起跑是希望呢能够诉求跟表达哈，我们对于呢我们这个全民的这个食安，以及呢我们反对莱猪进口这样的一个决心啊，还是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我们可以勇敢的站出来哈，我们来捍卫以及呢阻挡我们的莱猪莱牛进口。我们这个签署公投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哈。市议员陈若翠也呼吁民众站出来，以签署联署的实质行动，共同为自身与家人的食品安全来做把关。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接下来请看一周新闻回顾。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主持防疫会议，因应农历年到元宵节期间，提醒各局处如果有大型集会或活动的时间，务必落实防疫机制，并加强卫教宣导，保持社交距离，让民众可以安心过个好年。高雄市长陈其迈在7号下午主持防疫会议，会中指示各局处因应农历年的即将到来，甚至到元宵节期间，务必落实防疫机制，若有大型集会或是活动时，都应该要加强卫教宣导，保持社交距离，落实检疫措施等防疫方式，好让民众能够安心过好年。马上要过年，我们大家，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像卫生局要讲一讲量嘛，咱要做行政管理，代志唔通上复杂，简单啊做好了，所以防疫措施不要那种很复杂，一看不懂的，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遵循，这个我们就大家比较宽心嘛，也大家用咱疫情就在底下上人生，不要哪个工人去。卫生局长黄志忠也在会中对市长说明，安心过好年规划有四大防疫专案，包括科技防疫、加强访视、吹哨者条款及卫教宣导等。另外也配合中央规定，1月15日起强化入境旅客防疫措施，例如提供检疫居所证明等，就是从外部做到阻绝病毒入侵的首要防护层。我们整个包括春节的访国潮部分，那当然我们要提高警觉。好，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目前正在做整体评估。那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相关规定，做一个全面的检视。随后，陈其迈也在市政会议上感谢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让高雄20年来创下零本土登革热的防疫佳绩，也公开表扬资深防疫专家洪万士老师，感谢他在登革热防治工作的贡献及经验传承。加上市府防疫团队及市民朋友的配合，才使得高雄市的防疫成果出现非常优秀的表现。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
寒流一波接着一波来，高雄市农业局特别提醒农友要做好低温防范，以减少农作物的灾害与损失。另外，农友也可以透过农来讯平台观测农作物所在地区的天气状况与注意事项。寒流来袭，全台发布低温特报，除了民众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之外，农业局也请农友特别留意，做好防范低温措施，减少农损情形。特别呼吁我们的农民朋友，那特别是一些正值产期的番茄、蜜枣以及莲雾，那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有关防寒的措施，包括说我们可以着施一些钾肥，那补助一些地价水，或者是架设防风墙等，让我们的整个的作物能够提高抗寒的部分。现在正值莲雾、蜜枣和番茄的产季，要特别注意低温造成裂果和落果的状况。农业局也提到，农民朋友可以利用农来讯平台观测作物所在地的天气状况，而在平台上都会显示寒流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防范的建议事项，请农友多加利用，促进这些有关防灾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建置了高雄农来讯，那每个小时呢，我们目前会有55种作物都会进行跟气象以及农情有关资讯的分析，上面可以提供我们各位农民朋友有关的复耕复建防范建议以及那个技术服务团队等有关的资讯，可以让大家多多的参考，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灾害损失能够降到最低。寒流一波接着一波来，农业局表示，上一波寒流并未接获相关的寒害农损情形，但还是要请农友特别注意低温防范以及气温回温后的植株养护，以减少农作物灾害损失。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为了友善驾驶人在夜间可以明确的了解到道路的讯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在南子路桥划设全国首创的彩色标线，让驾驶人可以依目的地的导引颜色更直觉的做出判断，并增设内照式灯箱，以加强夜间导引指示，强化行车安全。橘、咖啡、蓝、黄，相当活泼的配色，分别画上4条马路标线，为了洗刷男子百慕达的恶名，进去就会无限鬼打墙迷路的窘境。交通局想出这个方法，让这鲜艳的颜色引领骑士们走往正确的方向。这个路桥的方向有东西南北4个形象，那我们分别就东西南北4个形象规划4种颜色的导标，来指引机车的骑士按照颜色来行驶到他的目的地。南子路桥多条道路汇集，汽机车道交汇相当复杂，进去之后会从哪里出来，常常让人搞混。为了强化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并可在第一时间看到道路讯息，全国首创彩色标线，同时也增设内照式灯箱，以利夜间行车。那我们为了改善就是说夜间的辨识的状况，我们特别也根据彩色导标的部分做了17组的内照式灯箱。那因为有内照式灯箱，机车骑士在夜间行驶的时候，他可以远远就可以判别出行驶的方向，有助于行车的安全。这次创新标线2.0，除了改善12处的彩色地面路标，并增加17处的地灯箱，让夜间也能看得清楚要往哪里去。此工程总共花费130万，是否能够洗刷男子百慕达恶名，还需要观察。记者吴秉源高雄报道。接下来来关心一则爱心新闻。高雄市加昌国小80岁的吴美玉阿嬷，从小左眼就看不见，一直感到自卑。先生临终前鼓励他走出家中，到学校当志工，透过付出让他重新找回自信与快乐。环保志工吴美玉几经失明，靠一双手慢慢的摸索，分类整理得很整齐。因为我以前很悲观啊，内向，都不会说找东找西的跟人家聊天怎么样的，我都没有，都是在家里就是整理家务啦，反正煮饭啦、洗衣服啦、擦地下，都是每天都是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就很闷这样。出来当志工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交了很多的好朋友，一出来变成大家都是一个很快乐的志工。20多年来，吴美玉从不喊累，更不曾缺席。每天一早就骑着她代步车出门，精益服务的精神让志工伙伴都感到相当的敬佩。为人真的很好，不错，我们也真的要向他学习。长者了，有一些很正向的一个引导作用出来，总是非常快乐，结交好多朋友，然后也让自己觉得是还是有用的一个能力来为社区服务。吴美玉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总是挂着笑容。我感谢志工伙伴还有一起做活动的姐妹们，我要感恩他们
平时对我的安全、关心跟付出，带给我温馨跟感动。助人为乐的他，除了打扫以及回收的服务，还与社区志工一同灭蚊防疫。他几乎都没有缺席，所以，对，也是蛮认真在寻。寻到清就是了，嘿，对。吴美玉曾经因为左眼失明而感到自卑，后来受到先生的鼓励，走出家门担任志工。虽然医师宣告他的视力不久后即将完全失明，但他没有因此受挫，反倒更珍惜仅有的视力时光，希望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记者吴秉元高雄报道。一般的儿童剧演出都是台上演员奋力演出，台下的观众认真聆听，但在桂林国小却不大一样。透过家长所组成的故事剧团，设计出互动式的故事剧情，让台下的学童们也能跟着舞台上的角色完成各项任务，才让剧情延续下去。这样活泼的互动式剧情演出，让小朋友都感到相当有趣。台上剧团生动卖力演出，让台下的学童们也跟着剧情一起紧张起来。不只被剧情牵动着情绪，更要跟着台上的角色完成各项任务，才能让剧情顺利继续下去。小港区桂林国小的 LDS 故事剧团是由一群热心的志工家长所组成，在校成立已迈入第五年，每年都会为孩子带来生动活泼的品格教育儿童剧，让小朋友们都超喜欢。他们演得很不错，很棒。那个大野狼很好笑。今天看这个表演，我觉得很开心。是你可以玩呼啦圈、射飞机和跳绳，然后也可以一起跳舞。他们有跟我们互动，我觉得很有趣。而为了带给孩子们更丰富的演出，不管是在剧情的安排、场景的设计以及道具与装扮，都有团员们细心准备动手做。其中更有为日籍的妈妈参与其中，她表示能够透过戏剧带给孩子们教育意涵，非常有意义。大家的一起来讨论，一起练习彩排，然后一起做道具、服装，然后就这样子表演给小朋友们看，都真的很，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其实我们很享受小朋友的掌声，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就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参与，而且他们可以很尽情的享受我们每一次的表演。而校长杜昌林也特别感谢剧团的用心，让学校里的孩子每年都有戏剧能看，也都从戏剧中学习到不一样的品格教育。非常感谢他们，因为其实他们都利用自己的时间来编写剧本，然后制作道具，希望借着这些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也让孩子能够了解剧中的意义。这样活泼的演出不仅让学童们跟着故事的角色互动，走进童话国度，也从中了解了健康与品格教育的重要性。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前镇区振兴里的长照据点位在寸土寸金的亚洲新湾区内，经过里长与志工共同的营造下，让社区的长辈都相当喜欢到这里上课。但是日前里长接获消息，长照据点这块土地将因土地买卖而被迫搬迁，这让里长与里民都感到相当的气愤，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解决问题，让里民有个安心的活动空间。里民们手里拿着手举牌，上面写着大大的怒，大家表情凝重，聚集在社区据点，全都是因为这个向台电租借的长照站土地即将被拍卖。赖立伟帮我们协助借了台电这块地，光借的过程就花了半年的时间了。我们花动了很多志工一起来建设这块地方，从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一直建设到现在，那才半年的时间说要收回去，所以我们觉得很气愤，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台电那么多块地，为什么一定要先拍卖这块地？全台湾就通过拍卖这块地，这个让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这块土地从原先的杂草丛生到现在拥有完善的设施，都是经过里长努力争取经费和志工一点一滴搭建而成的。眼看这个据点可能因为土地拍卖而被迫迁移，这让里民们都不能接受。会很可惜，会很失望啊，我们没有地方去啊，很伤心啊，我们都很难过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何去何从啊，不知道往哪里去啊。那天还跟里长表示说，哦，我找到一个我能够让我好像安身立命那个地方，能够让我找到快乐的地方。我说不知道居然这么短暂，就可以就
毁于一旦。眼前这些货柜屋、帆布，甚至是花花草草，都是由里长和志工共同打造。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里长和里民都很失望。里长钟明宪表示，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先寻觅其他适当的空间暂缓据点的搬迁。谁愿意在这边吹风跑令、台风天磅礴的个天啊？谁愿意做这样子？没有人愿意啊。哦，没有人愿意，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才在这边做的。拜托市长跟总统帮我们继续争取一下，帮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继续在那边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地点之前，哦，让我们继续在这边。市府积极扩增关怀据点，如今里长积极推动的成果，可能因为土地买卖而化为乌有，这恐怕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前往了解状况，让里长和里民有个安心使用的长照据点。我们要关怀据点，抗议！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高雄有位方小姐在市场遇到美容媒体业者，宣称只要体验并购买产品就可以赠送疗程。在业者的话术与推销之下，让方小姐不断的买产品，前前后后花了180,000元。事后消费者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消保协会就提醒民众要理性消费，遇到强力推销要提高警觉，避免荷包受骗。拿出一张张消费收据和资料，消费者方小姐在美容媒体店购买保养品，产品送疗程。经过店家不断的推销和话术，让方小姐不断花钱买产品，前前后后总共花了180,000元，这才让她惊觉自己已经掉入消费陷阱。一开始他们都是从做脸开始销售，这张做脸的合约花了我96,000元，之后五月份他又推销我做背部。一开始说这个哈，它是180,000呐、啊，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帮你争取分期哦，分期哈，只要有你哈先签了，然后有钱再缴就好。方小姐发现自己受骗之后，找上消费者保护协会来咨询，并且寻找方式试图和店家解约，才发现事态已晚。消保协会消费权益组主任黄胜尧提到，在坊间像这样美容媒体的推销非常盛行，受理的受骗案件也不止一件。那业者通常都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告诉你他是卖产品送服务，好，所以消费者你买的是产品，那这个服务是送的，那你就没有办法使用瘦身美容的定型化契约来跟业者要求我们要按比例退款。那业者呢，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灰色地带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消保协会特别提醒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或是业者以可以无卡分期的话术推销时，就要提高警觉，并且掌握三大重点，不可以轻易受骗。第一个要保持理性，第二个不要轻易的使用无卡分期，因为无卡分期它就是一种借贷。那在你要使用之前，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可以负担的金额，你自己可以负担的一个风险。第三个是我们希望呼吁消费者一定要了解业者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会让你所有的物品都拆封，好像让你买了这个产品就不能再退回去。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做的事情是，请你用你的手机把你所有拆封的产品全部都照相，最好在你每一次使用服务的时候能够再跟那个业者再确认一次，你今天的服务你使用了哪一些产品让你照相。为了避免受骗，民众在购买时要理性消费，而在遇到类似的美容体验后，业者如果要求签名务必要慎重，避免掉入消费陷阱，受骗又伤了荷包。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是郑志源，我们下次见。
掌握高雄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消息。专属高雄人的频道，高雄都会台。我们这种山茶树，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种到五年才可以收成。自己种茶、采茶、制茶之后，发现说喝到一口好的茶真的很不容易。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高雄一直在变，城市的发展孕育文创不断萌芽，地方传统被赋予新文化，就连街道市井也换上新装。唯一不变的是这里风光依旧，人们生活永远充满热情。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手工正片冲洗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用心冲洗每一只底片，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